中国农历的新年，人们要逛庙会。这个热闹的节日，最高兴的是孩子们。在人群拥挤的庙会上，孩子们一手拿着冰糖葫芦吃，一手举着五彩的纸风车，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。一架架滚动的小纸风车，汇成了庙会上最斑斓、最有生命动感的元素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中国人已经开始利用风车提水灌溉、碾磨谷物。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提到风车，最先联想到的一定是纸风车。有几种和风力有关的简易玩具或装饰，受到中国人普遍的喜爱。一种是风筝，一种是风铃。还有一种是纸风车。每个中国人的童年，都会有放风筝、听风铃、吹风车的美好回忆。纸风车是中国的孩子们最常见的玩具，简单却充满趣味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孩子，坐纸风车对他们来说是容易不过的了。孩子们用稚嫩的手将方纸裁剪开，图绘上各种各样的图案，折叠好，别上大头针，扎在铅笔的橡皮头上或者高粱杆上，一吹，纸风车开始轻轻地转动起来。睁着眼睛盯着转动的纸风车，孩子们在想什么呢？农村的孩子有时会举着风车无拘无束地奔跑，有时会把风车插在田间地头上，有时是土墙的裂纹里。风车带着他们看到了头上更高远的蓝天白云。即使长大成人以后，中国人仍然会对风车抱有特殊的感情。他们有时在窗口挂一串风铃，插一个风车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在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中，
随着风车的转动，他们的思绪是回到美好的童年，还是想象那美好宁静的田园？这的确是中国式的恬静。静寂的夜里，一串风铃声飘过，能安抚心灵，恢复平静。清风吹动下的风车，也许还意味着生生不息。这是中国人观察和理解生命的方式。风轻轻地吹着，彩色的纸风车在孩子们的手上悠悠地转着，春天就要来了。